学员要有健康的牙龈，是有赖照顾者帮他们建立早晚刷牙的习惯。此外，还要继续指导他们，教他们有次序地刷牙。每两颗牙齿为一组，轻轻刷牙龈边缘，才能够彻底清除在牙龈边缘的牙菌膜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做得好了，我们装以前那只牙去试下。Hi。咦，陈姑娘揾到咩事啊？刷牙技巧，我啱啱嚟呢度，好多嘢都想学，你可唔可以教我啊？冇问题啊，不如等我攞埋啲道具，一齐入嚟试下。嗯，我都帮手啊。好啊。咦，你平时会点样帮人哋刷牙噶？我咪企喺佢前面咁刷咯。有冇发觉帮人哋刷嘅时候咧，佢个头咧好容易喐嚟喐去，比较难刷咧？有啊，咁我可以点做啊？平时咧，我哋会企喺佢哋后边嘅，一齐望住块镜啦。我哋嘅左手托住佢嘅下巴，等佢个头咧冇咁容易喐嚟喐去。不如你试下，系咪咁啊？但系我睇唔到喎。其实咧，你头先只手咧遮住咗你同佢之间嗰个视线。其实我哋摆低啲，咁样就睇到噶啦。佢咧可以喺块镜里边咧望到自己刷牙嘅情况啦，甚至可以学埋点样刷牙添。有时咧，我哋仲可以咧移左啲佢哋个头啦，移右佢哋个头，抬高或者耷低，最紧要就到你嗰个视线。系喎，咁样仲可以避免啲口水弹到我添。系啊，如果我同佢哋面对面嘅话，我个头咁大，一定吓死佢哋。不过你咁受欢迎，当然冇问题啦。王 Sir， 你讲笑啦。哇，对住块镜，真系觉得只手唔识喐添。不如等我嚟啊！其实咧，一开头初学望镜咧，其实有一定嘅困难嘅。咁我哋咧，将支牙刷未放入佢哋口之前咧，要望下周围有冇足够嘅光线，系啦。然后咧，我哋要托啱我哋学员个头喺块镜里边咧，望住佢哋个口同埋我哋要刷嘅位置。好啦，攞啱支牙刷，即系咁样，系啦。然后咧就沿住佢哋嘅前面牙齿牙龈嘅边缘，慢慢扇到去我哋要刷嘅位置，攞啱个位啦。先去喐下，不如你试下。系咪咁啊？系啦，冇错啦。咦，做得唔错喎，不如喐多少少，刷埋前面嗰两只牙。哎呀，因为喐支牙刷就揾唔翻个位啦。嗱，遇到咁嘅情况咧，我哋先将支牙刷攞翻出嚟，摆翻啱个位。再沿翻前面牙齿嘅牙龈边缘，慢慢扇到去要刷嘅位置。几好，做得唔错啦。啊，我再提下你啦，揸牙刷试下揸得近啲，刷病尾部，方便治病，深入啲刷。而啲手指唔好揸咁实，等佢可以灵活喐动。系咪咁啊？系啊，做得唔错啊。等我再讲多次啦。当我哋咧帮佢哋刷牙嘅时候，我哋沿住佢哋嘅牙龈边缘，佢哋帮佢哋刷，斜斜地咁样刷啦，两只两只咁样去帮你刷。当你刷下排牙嘅时候咧，个刷毛咧微微向下边嘅。当刷上排牙嘅时候咧，刷毛就斜斜地向上咁样刷啦。点解要两只两只咁刷？一次过刷多几只唔得咩？因为咧一次过刷多几只嘅时候咧，可能会比较用力咗。你可以注意一下嘅，有时啲学员咧会觉得你刷得太大力，刷痛咗佢哋咧，佢哋就变得好唔合作噶啦。哦，原来系咁，咁我会两只两只咁刷，放轻啲力噶啦。同埋啊，你咁大幅度去刷咧，而刷刷下好容易移位噶。原来呢啲窍门，我仲想问，有时候我叫他们擘大口，但是擦擦下就越擘越小，很难看清楚，那可以怎么做呢？其实呢，当他们的口呢微微地擘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看准这个时候，看看你最入面的牙的位置，快快手摆啱位就帮他擦的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其實要他們一路保持口密度很大力很難的，所以呢當我幫他們拆外側面的時候呢，都不需要他們將口密度很大的，因為如果他們口密得太大的話呢，他們的面皮啊個肌肉呢就會抹得很緊，那我們的牙刷呢放進去的時候呢就沒位去擠了，有時啊還會將牙刷逼了出來，反而有時呢他們的口合埋少少，我還有位去幫他們慢慢地拆，只要一開頭呢我擺啱位沿住牙嘅邊緣幫他們慢慢拆，喐少少喐少少咁樣呢就可以拆曬後面嗰啲牙㗎啦。原來係咁。係啦，當我哋拆到前面嘅牙呢就冇睇到同睇唔到嘅問題㗎啦。咁我想問佢哋係咪要抹到個口好大先可以拆到個嘴唇面㗎？係啊，佢哋要抹到好大其實先拆到個嘴唇面㗎。同埋呢差唔多嘅時候呢我哋要俾佢朗下口回下氣，咁佢哋先可以再抹大呢個口嘅。咁我想问刷牙次序有啲咩特别噶？其实咧，我系喺卫生署学咗蒲公英护齿行动嘅刷牙次序，最重要系将成排牙分成五个阶段。有边五个阶段啊？咁我攞个道具嚟试俾你睇啦。第一个阶段就系下排牙齿嘅外侧面，而第二个阶段就系上排牙齿嘅外侧面啦。第三个阶段就系扣齿嘅咀嚼面。拆完下排牙的咀嚼面之后呢，就一定要拆埋上排牙的咀嚼面啦。第四个阶段就是下排牙齿的内侧面。来到最后就要拆埋第五个阶段，亦即是上排牙齿的内侧面。咁就包保唔会拆漏任何一边牙面啦。咦，你试下由左边拆起，睇下会唔会顺手啲？咦，是的，用右手揸牙刷刷左手边真的会顺手很多。其实你一开头未习惯望住块镜嚟刷牙啫，其实我哋可以尝试咧，先将个刷头指向自己，然后移向自己度，再移向嗰块镜。当你重复练习呢个动作，佢可以练习到你嘅方向感。当你做熟咗呢一啲姿势之后咧，咁我哋就可以收窄个幅度。咦，其實做得不錯啊！你可以多啲同呢個假人帶去練習下，咁啲手勢咧就會順熟好多噶啦。王 Sir， 聽完你嘅講解之後，我真係明白咗好多啊！我之後可唔可以睇你同學員刷牙？冇問題啊！下次我做嘅時候嗌埋你啊！多謝你啊，王 Sir。好啊，不如而家你試一試啊！